水车，大水车，非常的漂亮。这里有一个口，一个容器就可以装水，然后但是呢，它装到上空它又不会洒，这样的话，就水，那个水车在水流冲击下，它会旋转，带动那个带动水车往上走，往上走了之后呢，这些水就会带到上面，带到上面之后呢，就倒到那个上面的水渠里。带到上面，倒在上面的水渠里面，然后水渠里面的水就会顺着这个水渠流到农田里面，原理就是这样。从这里的水流下来，这里的水流下来之后呢，一直流到这个水渠里面，然后来到这个大水车这里，然后由大水车带动着把它运到上面的小水渠，然后上面小水渠的水通过那个水渠小水渠，然后都倒到上面的农田，就是通过这样来灌溉。刚才那边那个水车，然后把水倒过来，倒到这里，然后再通过这边的水渠再灌溉到这些农田当中。